干这俩事嘞？我要给你们发工资。他只是羊嘛。要记购买登记册，是 VIP 顾客购买，最早的是2006年就有了。哇、哦，这么多人买，全是公寓里的人。小小汪，巨太太。哦，小小汪跟朋友说的，最近心情不好，幸好有了他，我才能暂时忘却不愉快的事情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它跟我的一个不能说的经历有关系。哎，但这个殷某一直买到最后。九楼是谁啊？阿某，恶魔。恶魔第一次买是2007年，只有他的一个人的名字是一直在买的，连着的。啊，这个是宣传单是吧？对。哎。是不是有一次在那个淘宝节的垃圾袋里，我们好像看到过，就是剩一半的蓝色这个。这里面有东西的，这里面有东西。购买请致电。你看这个符号，恐吓我们那个。但是它上面有个电话，我们要不要打这个电话试试？你们有电话吗？这不电话吗？哦。您拨打的号码是就是打这个电话是买不到的。他不是现在暂停销售了吗？他们可能换老板之后热线也换了。不哭泣，配方未明，暂停销售。哎，我们赶紧想办法要一下这个工号好不好？哎，打一下他治疗师的电话呢。哎，也行，愣打啊。问一下他的工号。那个张哥，喂，哎，张姐，张姐，喂，哎，你好啊，哎，这能听到，张姐，哎，你是谁啊？哎，我在那个治疗室。你想啊，昨晚有什么代志啊？啊？为什么是闽南语？喂啊，你是谁啊？啊，你。哎啊，我还不知道我是谁呀。哎，你猜你会冲啥？冲啥咪啊？挖气息。办正事了，办正事。哎，他挂了。你看，就说嘛。他为什么说是闽南语？再打一下。你的工号是多少啊？对。喂，你在干什么啦？我刚才打电话问你工号是什么，你不说了你。你也不是我的老板，我为什么跟你讲啊？哎，他说你又不是老板，我干嘛跟你讲？我是老板女朋友。哎呦喂！就是他，就肯定他就没办法从他这里得知了，就。前台小张有电话。哎，我们问一下他的同事吧。反正都是一个单位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就要问他。好，我就要问他。一条道走到黑。我现在苦学闽南语，我现在。苦学来得及吗？哎，等会儿别着急。喂，喂。哎，阿丽不恭喜你喽。哎，听得到不？我跟你讲啊，不是闽南语也没必要这么阴阳怪气儿啊。就是我。好多朋友啊，好想知道你的工号。他真的听得懂吗？你跟我讲了，你的工号对我们好重要。你讲什么？我听无嘞。他听不。你说，喂，我是老板啦。喂，哎，我不是泡茶了，再见。Oh my god！ 再换一个。给谁打的？陈助理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啊。哎，陈助理吗？是呀，是呀。那个，你告诉我一下，张治疗师的那个工号是多少？我不知呀。你不知？应该不知啊。不是，你不知道，你怎么干活的？我不知你讲咩嘢啊。
哎，这是一个什么工作单位啊？五湖四海。我觉得靠谱的是安排客服，是不是？喂。喂，你好，你是妮妮吗？我懂。啥？哪里的？我懂。Can you speak English？ 这是温州话吗？这根本听不懂。我听不太懂啊，你慢点说，慢点说，我可能是能听懂。这什么组织啊？一个老乡都找不着。这玩意儿说挺行哦。哦，是不是四川？玩意儿说挺行，我肯定比四川。这有点像就是江浙这边的。然后这边我们要说自己。很像。我听不懂。江浙这边。江浙的，江浙。OK， 好，你挂了吧，所以你可以休息吧，哎。妮妮打了，妮妮打了，陈助理打，那给小宋打。小宋在这儿呢。你爸，那你开门啊。我开不开？喂。爸，老干。我是老板，你小点声。那我听不到啊。你叫我什么玩意儿？你小点声，我找你有事儿。那我听不到啊。他空耳，这是哪儿的话？张治疗师，他的工号是多少来的？我给你，哪个？就是那个张治疗师哎！我要给你们发工资。他只是羊吗？我觉得咱不能按客气那法来了，就得吓唬他，吓唬他，就直接吓唬他。喂，你干么的？哎，那个刘二，那个嘛，那个工号是嘛？你告诉我，赶紧。哪个啊？哎，着急死你！管我谁？我有用。湖南的。俺不晓得呀，你干么的工号？拜，我不跟你讲哪里是个。哦，我先挂你，我不想跟你讲，我先挂你。气死了！哎呀，我天啊！再试试别的同事吧。谁呀？小张。小张啊。谁呀？干啥呀？我是老板娘。哎，这行了，因为东北的。这姐咋净扒瞎呢？老板娘说话也不热动静啊。老板说。哎，那个什么，那个。你在东北怎么混的呀，哥？你怎么一句话没说上呢？我还没能说呢。你还没说，人家就撂了。喂，哎，你好，小张，我是你老板。老板，你在这没完没了打电话呀？你还让人干活吗？不是，我意思什么呢？我准备给你们发工资。你倒想干啥？能直说不？我直说，我说给你开工资，所以我想知道一下张治疗室他那个什么，他工号是啥？那俺们的工号都上面写着呢。写哪了？你写的？我都不认得你，为啥告诉你啊？你哪的人？我沈阳的。你沈阳，你不早说，我丹东的。俺们的工号都上面写着呢，我沈阳的，我沈阳的。你是哪个？我听不到。哪里的？我懂。我母子一呀。啊，他们是哪个省份的？这就是他们的区号，就是。哦。知道了。张志尧是说闽南语，所以要福建的工号，福建的区号就是他的工号嘛。对。哦，这有是吧？嗯哼。啊，那你哥哥是吗？就肯定在福建那边。哦，对，记得吗？他电脑旁边那个。09114，要不试试厦门？不对，0596。不对，0598。你确定刚才那是闽南语吗？我听不。是闽南，是闽南，是闽南语。哦，哎，哪个？泉州。来吧。